大家好，我们接着学习起三团的方法，九宗门第一种方法贼客法，我们已经学习完毕，其他八种方法，将在余下的时间里研究。在研究这八种起三团方法之前，我先说一些题外话。这个六刃入门的视频呢，我是昨天晚上，应该是下半夜录制完成的。然后今天上午我在 VC 上发布。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就从因为我在外面，从家里这台机器啊，我就失去联系了。我认为是网断了，结果呢网没断。晚上我这回家一看，吓了我一跳。怎么叫吓了一跳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原因。我这捉了一张图。这张图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请求数有1800多位了，我就没想到这个视频就是如此的被大家欢迎吧。这多谢大家支持。然后这个朋友们可能已经发现这个视频的窗口，比第一部扩大了不少，我就想应该留更多的空间来进行演示，然后声音可能不太对劲，我就把这个视频捕捉我就弄成每秒一帧，估计这个鼠标的动作啊什么的可能就有点卡。声音没关系，我就尽量压缩，能听清楚说讲述内容就可以了。这样这个视频制作下来，这个画面虽然大了，应该容量不会增加多少。看到这么多朋友比较喜欢这种六刃术这种东西吧，我还是比较有兴致，接着往下。具体弄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也没谱了。反正现在基本上我肯定是把这个如何入门完全的弄明白。这个我观察一下，估计有很多朋友就是属于完全不懂，纯的那种初学者入门者，所以呢我就准备就是明天啊，就是今天晚上的话，我就在这视频在发布的时候，再加上两本书，电子版的，都是比较不错的。一本就是叫《河洛经运》，《河洛经运》里面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中国这个像这个数学啊，叫六刃就叫数学，数学这是六刃属于三式之一嘛，三式就是奇门遁甲、太乙、六刃嘛，这个。数学里的基本概念，像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八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怎么演变呢？怎么推算过来的？河图洛书啊，这些东西，这种基本概念，这本《河洛经运》呢，里面就是讲的比较到位，比较详细。就是如果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看看这本书，还是挺有好处的。所以我把这本书也放在这个电驴上一同发布。再有一本呢，就是叫《大六刃大全》。这本《大六刃大全》应该是比较有名，属于权威的那个属于经典的典籍了。这种著作，明朝郭玉清啊，
这次汇聚一旦，这应该收在四库全书里头收有这本书。不过这我发布的这本应该是上海石刻版，民国时候石刻版，扫页三房那是很有名的这个石刻版，应该是香港那边某位仁兄他扫描的，比较好。以前我曾经在那个变态上 BT 上啊，发布过这个四库全书那个全文版，十好几 G，那个里面包含这本书，当然那个比较庞大，现在也没人做种子，也没人做圆了，就算了，我就把这本书这种电子版单拿出来给大家一同放在电驴上。我建议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情况，我建议啊，大家最好在下载观看这个视频的同时啊，把这几本书同时下载。这个视频你观听还是不行，还要看看哪本看哪哪样东西呢？最好看我那本，就我写的那本电子版的指南详述，那个新孕妇卷一，就我已经发布了，我还下载比较少，还是要看看这个里面的内容。这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属于是六壬指南这本书。虽然我是又弄了一个电子版的那个下载地址给你们哈，那个属于那个就是八几年那个云南的那个于洪翻印的那本，虽然那本是全书比较全，一二三四五卷全有了。但是这个外面流传这些六壬指南，就错别字太多，错别字太多就容易让你不明白误会。而我发布这就首先是就是一卷卷一本，这就一本一卷这一小部分，但是这里面的每个字我都是校对过了，一个字一个字对的，很好，很费神，很耗神。而且是参考了这几种版本，还有那个《古今图书集成》里面的截取的这种新孕妇啊、指掌妇，我都是校对，力保它是完全正确，没有错字或者是遗漏这种情况。所以，而且还要添加了很多就是注解，说你看看这个进行入门学习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建议大家都把这本电子版下载观看。然后我再来两句个人感想吧。其实我看这么多朋友就是比较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数学啊感兴趣啊，我还是比较高兴。其实就现在这种时代啊。我这人谈不上是爱国不爱国，我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情。但是呢，对这种中国传统的文化这种东西，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也别以为我这人是个老学究或者什么书生酸酸的那种，我不是，我啥都玩，我这人就是瞎玩玩客。但是这种中国传统的东西呢，我还是比较喜欢。但是，一说到这方面呢，我这人就是觉得，这个中国的这种这这在中国人在这种上这方面啊，就比较悲哀。悲哀在哪儿啊？就是中国传统的东西都遗失了。现在好多那个小孩儿、学生，就是等于说啊，年轻的或者啥，或者中年的也算在内，根本就不知道、不懂，而且竟闹那种比较。就我看比较就是属于笑话了，就好比中央电视台吧，每年那个春节晚会吧，当当当钟声一敲，哗一放鞭，12点到了，说庆祝，什么鸡年来到，鸡年了，今年是鸡年哈，已经进入鸡年了，就是如何如何如何，其实这是一个错误，让我明白就是觉得是个笑话。
中国传统上的那个就是属于过年或者过节过气哈，它不是按春节这种时刻去交接的，这种12属相这种交接分年交接的界限在哪儿啊？应该是立春那天，立春那个时刻叫打春，才能真正的交属相了。你这还没打春呢，有人初正月初八、20初几的打春呢，你那正月初十几的打春，你这初一3天晚上你就过把这个节气就交了，就根本就不对嘛，这就是没有传统这种知识遗失吧，就是弄得现在就是比较乱，我觉得比较悲哀。你像我这人。也不是说非得钻这个死牛角尖儿，我啥都玩儿，电脑游戏我玩儿，打了好几年Quake 3，那个现在我还是 COD 战队的，PS2 我什么还最近还想弄个 PSP，我啥都玩儿，也别说以为我挺大年龄多大老学究似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我只是喜还哈韩哈日，我只是希望就是。做一个中国人吧，我这人不是唱高调或者多么高尚，但是我就普普通通。但我觉得中国人啊，还是会懂点玩点，就是大家朋友就能谈传统的一些东西。像古代啊，古人啊那种属于秀才啊，什么儒者呀、啊，什么儒家的什么儒释道，他们就是对于这种数学方面，就是属于所谓的观象玩战。就是玩，让我说玩嘛，你不一定把这个东西看得多么高深，那一种爱好或者一种闲着没事儿消遣，哎，就叫观象玩战。或六壬课呢，这一堆堆古时候就是叫属于以刃，就六刃课嘛，以刃会友，哎，会一些朋友，哎，拿着这个玩。其实这个东西里面所内涵是庞大精深，但是你。弄着一种这种玩的态度，做下业余消遣也未尝不可。其实这个东西，虽然就是有的人可能听说过，虽然觉得这个六壬啊，哇，这东西太复杂了，太高深了，深奥啊，如何，其实也没必要，觉得他们多可怕。你玩来玩去，可能就玩会了，就玩了也偶有所占，所应，哎，挺准，等等，没准就出来了。这个大家就抱着这种心态去弄就可以了。我下面我就看，我就言归正传，接着说这个怎么玩六人课怎么玩。这个昨天我记得我说越将的时候可能比较快，一掠而过，我再重复一遍吧。其实这个越将也是属于六人课里的关键。怎么个关键方法呢？有那一句话，越将不误，然后凡事不误。越将用错了，战断就不应了。哎，不过还有这个例外特殊情况，像那个六人指南里就，反正越将用错了。干的事儿他还应验了，准了，这什么意思啊？有无心之错，无心之过啊，那叫既随应，就是一种灵机，随着应验了，就能符合了这种事儿。如果你特意去那个标新立异搞那么多复杂的窍门啊，它就未必能应验了。越将呢，我再说一下，就。传下来啊，还是有两种，叫超神接将嘛，过将嘛，什么意思啊？就有这种两种方法，换将方法，就是求越将方法。一个是一过中气啊，什么叫中气啊？就24节气，气就是中气了哈，24节气嘛，一年哈，24节气，一节一气，一节一气，这样24个，那去了节只算气，对吧？过中气就叫越将，这。入门那篇我已经说过了，一过就中气，一交就一过中气即交将，就是换将了，这是一种求越将啊。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昨天说了，就那个
四千标杆过降法，前两日后两日的不一定啊。这个都什么意思呢？这两种方法我建议，我认为吧，瞄准过降法可以多用用试一试，因为按那种一交信你就换降的做法，你可以试验一下，对比一下，你看，反正是大不了再多起一课，你看看哪个在你实验中玩的过程中比较准确，对吧？也就那几一个月，也就那几天，可能是好比交气过两日换降吧，打个比喻，你也就是有2天的时间能试验一下，对吧？所以你试一下，到底是瞄准过降法，在那过那2天球还比较准呢，还是你过气就比较准呢？你自己看，对吧？反正可以就进行实践。然后这个跃降为什么叫过气交降呢？其实就是天文学，太阳在天上走，那个十二气啊，它是那个24节气嘛，它这个一年之中是平均分配的，十五日这样，一换是不是平均分配的？那太阳在天上走啊，这有12宫嘛，它每一宫，它并不一定那么准，到那天到那个点儿特准，就换将了，它不是，就过宫了，就不是，不过宫换将，它不是那回事。太阳它那个走那轨道啊，要古人说有古人的说法叫有盈缩，有长有短，所以可能过两天迟两天。一般那个到底是哪天过宫过降，没准儿。一般是所谓就是看你那个历书，不过现在没这种历书，你也找不着，也看不着，自己算不了，太累了。我也不会算那玩意儿，天文学那种古代天文学这种具体计算哪天这种交降，没那个心思，咱们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它怎么计算这种天文历算，太麻烦，不是搞这个的。但你知道这回事儿就行。所以呢，你就可以试验大约数。什么叫大约数？就是那四千标杆过降法，就那个大约数，前几后几那个大约数，去对一下，基本上就差不多。这就是求跃降。那个求跃降我就不再提了，大家感兴趣再回头去好好看看。然后我接着往下说九中文的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比用。我把这字写一下，比赛的比剑，比用，用呢利用的用，怎么比才能去用，来具体解说一下。我先把这个歌诀打出来，大家看一下。歌诀是这样的，九宗门第二种方法比用，就是这个比用。下贼或三二四寝，如逢上客一同云，长江天日比神用，阳用阳，阴用阴。若欲俱比，俱不比，立法别有奢害臣。奢害，这是第三种方法，我们然后再讨论。现在我们不讨论这奢害，现在我们研究这个比神用，比用法，这是九宗门的第二种方法，比用。奢害是第三种。好，我现在举个例子。7月处暑那天以后去演算6人课，7月用什么降啊？7月用4降，7月是4降。然后呢，戊寅日今天的干支，当日的日干日支乃是戊寅，
说到子时，这是怎么算呢？秋天满，天盘在这儿，这是上一个那个贼克法那个天盘，不要用了。触手后四将子时，地盘子在这儿，还是那种方法，以月将加战时之上，四将子时好了。那这个地方就是四，对吧？这个地方天盘就应该是四，下面你这个地盘你应该这时候已经应该记在脑子里，地盘这个位置是子丑寅卯应该记在脑子里了。对，我先在题外说一下，这个平常你不可能在纸上老是写来写去，如果在外面或什么叫袖传一刻都在手上应该这个位置在哪，我在昨天说了一下，可能不太明白，我再画一下吧，随便画一下，这是一个手，这是中指、无名指、小指、左手，这是大拇指啊。地盘就应该在这个手上，你用这大拇指啊去点来点去，点这个字在哪儿？地盘的固定的位置啊，在手上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是子、丑、寅。我不写了，太难，这个鼠标写字太麻烦了。子丑寅就顺着往下数，卯、辰、巳，这一个手指肚一个，这是指根的位置啊。子丑寅卯辰巳，中指的上面是午，这是未，这是申、酉、戌。小指的掌根部位是亥，这十二个位置，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就好像这个位置似的。你在掌上应该很熟练的点出来这个具体位置，要达到想到哪个字就点到哪上就行了。好，接着说这个，把这个天盘我要先求出来。这个我先把这个地盘这几个字先拽开吧。四将，用这个字，四将子时，子在这儿，放在这个位置了，这是月将加战时之上这个位置，天盘的第一个字出来了。接着往下走天盘的字，辰、巳、午，这是午，这挪走，未，这挪走，午未，申、酉，都挪走，戌、亥。子、丑、寅、卯、辰。好，这一天七月四将子时，这个天盘求出来了，四将子时这个位置顺眼天盘求出来。然后再接着还是那种方法，求司课先写上日辰这都挪走日辰是戊寅日，那就把戊寅写在这个天盘上，丁字没有了，找戊字，戊寅日，找寅字，戊寅，隔一位，别的字儿都没用了。戊上为啥？地盘
济公，求这个地盘济公，丙戊克巳。实干济公那个歌你可以看我那本书里的已经给出来了，丙戊克巳，丙戊这两个字记在十二支的哪个字里呢？哪个位置上呢？四。好，从这个四字上，从这个四字上上面地盘这四上面天盘是啥，这是个什么东西，去找它去。丙戊克巳嘛，对吧？地盘四在这儿，这是个虚，对吧？转到这儿，天盘是个虚。好，哎，这虚放在这个物上面，写在上面。同样，把它斜着。写在这个空位，这是第一课出来了，第一课再求第二课，第二课呢就要找这个虚字上是啥，地盘虚上是啥，这下面是地盘了，虚上为啥呀？这个虚上为啥？申酉戌亥，这是地盘的位置，虚在这儿呢，虚上为卯，虚上为卯。然后第二课求出来，求第三课，戊寅日，寅上为啥？寅上在这儿，子丑寅，寅上为未，地盘上的天盘是未加寅。好，把位置写在支撑上，同样斜着把它写在旁边，还是求地盘位上，位上是什么东西，是哪个字，地盘位上是在这数，子丑寅卯辰巳午位置在这儿呢，对吧？位上为子。好，这时把子写在位上。OK， 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求出来了。这是天盘，这是天盘，这个呢是四课。我最后一次来强调重申这个天盘和四科的概念，再往下面举例子我就不详细解说这个过程了，不管是就求三传，不管是九中门哪种方法，天地盘四科三传，三传除外，天地盘这天盘加上那个地盘那个在你这个记忆里固定的子丑寅卯那位置，加上四课，这种方法不管怎么弄，这种方法是永远是固定的，不管怎么变，不管三传怎么求，这是永远固定的。好，我就以后不再多说了，大家清楚就可以了。我现在往下说的就是求具体的求三传的方法的第二种笔用法。笔用怎么求？还是看这个四课里的贼课，口诀在哪儿呢？口诀我弄出来，口诀在这儿呢。下贼或三二四寝，如逢上课一同云。贼，我已经说了，下克上为贼，上克下为克，这是贼，这克。上课嘛，这是上课，这是下贼，下贼就是地盘克天盘为下贼，上课就是天盘克地盘这个字儿为上课，不解释了。好。
什么意思啊？下贼或分二次寝，如逢上课一同寝。不管是下贼有两个、三个、四个哈，或者上课上课下有两个、三个、四个，就是这概念。就是这儿一二三，那个贼看法是就那一个，你找他就行了，就这一个。四课里头就这一个有课贼，你就直接起那个贼课法就得了。这个比用法呢不是这样的，它可能是这一个都是下贼上，对吧？或者这个也可以下贼上，不管是几个，反正有好几个下贼上。或者这个这个都有上课下，这时候怎么办呀？用哪个呀？怎么解决啊这问题？这一堆呢，到底用哪一个字？哪一个字发用啊？就是这个概念了。相比，比就是同类的概念，一样啊，一样，一二三都一样。相比，对吧？这就概念。相比了呢，就要找比用，就这个方法了。比用方法，好，接着往下说，具体怎么个比用法？我们来分析这个。第一个字儿，虚土。日干呢，戊土，五行都为土，土为土，不相克啊，抹下去，这个没起作用。第二个卯木，虚土，木克土，树木长在地上能深深的生根发芽，很深很深，它不管土怎么坚硬，石头怎么硬，它照样能长进去，这木能克土，对吧？好，卯木克虚土，这个是有讲究的，这儿呢，一上克下，对吧？这个卯木克这虚土，然后呢，看第三课，这个支辰，上面啥？未土，下面一个寅木，好，这儿也有讲究了，这是寅木往上克，第三课。这又有讲究了，接着往下看，子水，下面是未土，土能克水，土能掩土，土能掩水啊，对吧？江河湖海都能土围着，土能掩水啊，筑堤坝什么都是土来干这种事儿，我通俗的解释一下啊。好，这又有讲究了，这个土下面这个未土啊，克上面的子水，天盘的子水出来了。啊，一个上课下，两个下贼上，对吧？这四课里头，第一课没用。好，下贼，这是属于下贼了，或三二四寝，它应哪个了？应这个二里了。三个一样，四个一样，无所谓，反正如果就超过一个以上，就是这个意思，就开始比用了。上课一样，上课如果咚咚咚上面往下课也是一样。取三团发用，先像我贼克法已经说了，先观下贼上，没有这个下贼上，你再找这个上贼下，上课下，对吧？如果有一个下贼上，一个上课下呢，没有这个字儿，打个比喻，就这两个一上一个下贼上，一个上课下，还是先找这个，那个是贼克法里的概念，先找这个下贼上，然后取这个上课下。现在好。有两个下贼上，一个上课下，用比用啊，记住要比用。从这两个里头找发用，找这个你要占卜预测或者有什么感应，你想知道这个事端到底这个应急预测在什么，有什么事情，或者你要设父，你就找这个这种克应从哪找。这是概念，现在有两个出现了，找着发用，三传的发用，一二三三传的第一个字出传这个发用，
出船，发用，对吧？你要找这两个上面怎么找啊？长江天日比神用，何为天日比神用？就后面这就解释了，阳日用阳，阴用阴，比嘛，阳就阳的，阴就阴，对吧？如何聚比聚不比列法别有涉害臣，那是下第三种方法涉害哈，叫若聚比聚不比，这什么概念呢？好，咱们看一下什么日啊，这我给盖住了，我清一下，你知道是第三课第四课就先课啊，这个不管了，上课下不管了，先找下贼上，有两个下贼上，先找这个下贼上有两个，找他。好，什么日啊？天日，就是这样了。长江天日，物，物啥？物为土，什么土啊？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戊己这两个土了，十个天干里头哈。这是戊己，戊己，第一个为阳，第二为阴。戊是阳干，十天干里头，这个戊为阳干，甲为阳干，乙为阴干，丙为阳干，丁为阴干，就这样顺下去。这种基础知识，还是看一下我这次随着这个视频发布的那个《河内经运》，或者你其他的素书类的古代那素书类的书，你了解一下，我就不再多说了。反正这个戊你要知道，背下来，十天干里的戊为阳，阳干即可。好，这个戊字儿为阳，那当然阳找阳，对吧？要是这个字儿是阴的呢，阴就找阴，对吧？现在不是阴阳，好，这个戊就是阳与阳比，阳人用阳，阴用阴，就这个概念。好，现在我们是这两个字儿出问题了，对吧？两个下贼上，一个上下不论，下贼上好。完，我贼可法说了，不管是什么情况，先看这个上一字，不管这下面一字，对吧？先看这两个字，一个子一个未。好，阳与阳比，但是找哪个是阳支，哪个是阴支啊？就看去了。好，这两个哎，有意思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好，子为阳，丑为寅，寅为阳，卯为寅，好，午为阳，未为寅。这个未字啊，是阴支。这都是基础知识，我就随口说道。其实我就不必再讲那么详细。你课后呢，你就是看这视频暂停一下，你去研究一下这个到底这个天干地支的阴阳五行，这个呢，你要不熟悉记不住，你去看一下。子为阳，子丑寅卯的子为阳，这里头出现差别了。子为阳，未为阴，阴阳阴阳。清一下屏幕。好，这是一阳，一阳我就是画个实圈实心吧。这个子字为阳，这个是未为阴。这个戊字呢，这是个阳干，阳是用阳，阴用阴 ，OK， 就是这个阳与阳比了，把这个子字拿出来写在这儿了。三传的第一个出传发用，这叫出传发用，就求出来了吗？好，就是哎，今天这空间大，我就直接写的，应该就直接按这个习惯用法，古代的习惯用法，直接往上写就行了。这边是直接放这些乱七八糟文字了。好。比用法弄出来了，发用为子，把这子字儿，哎，发用为子，发用为子，出传发用为子，得出来了。这个往下走。初、中、末三传嘛，方法中传
默传，还是与第一种方法贼克法的演算法方法一样，还是从地盘上找天盘那个字。好，找地盘子上为啥？子上为何？子在这儿，子上为四。很快了吧，对吧？你现在应该已经很熟悉了，我讲到这个时段，子上为四，你就把这个四找出来。四在哪儿啊？辰巳午未的四啊，在这儿呢。子四，四上为什么？地盘这儿子丑寅卯辰巳，数到这个位置是四，子丑寅卯辰巳啊，这个字儿。地盘四上为戌，把这个戌字写下来，这个。这就完成了这个第二种九中门的第二种方法比用法的阳日用阳这个求这个三传的比用方法完成了。如果打个比喻，这个不是戊，好比是个丁日，丁就不能寅了，好比是丁卯日啊。打个比喻是丁卯日啊，这课不要看，这课不要看哈。丁卯日肯定这个寅木克未土，打个比喻啊，阴与阴比，阳与阳比，丁为啥呀？阴干，自然这个阴用未是合理的。这阴用这个子，这个阳支，第二这十二地支里的阳，阴阳嘛，都有属性，十二地支六阴六阳是不合理的，那就阴与阴比，用未这个未啊拿出来，未写在这儿做出传发用，也是比用，也是这。两个课嘛，不用打个这个比喻，这叫阴用阴。如果是丁日的话，叫长江天日用日比这个神，这两个神如果有两课三课四课两杯三杯四杯用它比就行了。 OK， 比用法我不再说了，基本应该很清楚详细了。好，下面我来说这个九宗门起三传的第三种方法奢害法，就是这两个字奢，长途跋涉，害是啥呀？相克，就是害。奢害什么意思啊？长途跋涉的奢，奢，这不有个步吗？走，步行，对吧？行走为奢，害就是啥？五行生克里的克，贼，上克下贼上，就这意思，这就是害。奢害，这是概念。怎么用？怎么求三传？怎么用这奢害呢？什么情况呢？如果你求出来这个一克、二克、三克、四克之中，哈，四克，刚才不说有比用了吗？比用是啥呀？求来求去，我把这比用弄出来，
我把笔用弄出来。好，在这儿呢。笔用，不刚才找阳人用阳，阴用阴吗？找笔吗？如果那一大堆那个有下堆上几个，有两三个上课下哈，如果句笔了，句不笔，啥意思啊？什么叫句笔句不笔啊？我一会儿举个例子，你就清楚了。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啊？就有两三个下堆上，或者两三个上课下哈，都与日干阳和，如果用阳的话，那两个字都与日干阴阳相比，阳两个阳比这个两个这个一二跟着日干，刚才那举个例子，好比这边有两个都是阳干，阳支，好比一个子，这一个银，打个比喻，这两个在十二地支里都是阳，好比这个阳干，他俩都比，两个下叠上哈，都找他，找哪个呀？两个一样嘛，那就是叫句笔，都笔嘛，或都笔都是阴，对吧？这是一个阳干，都是阴，那不笔了。句不比，这时候这个比用没法用了，没法比，咋比啊？都一样。哎，立法别有涉害臣，用这个涉害，行，这应该这个概念就清楚了，关掉。句比句不比，那就怎么求？走各就它这个天盘，就各临着地盘这个位置上哈，各在它这个位置上走，顺着走，滋走，好比这儿有个字儿，滋走，走到地盘它自己那个本位上去。好比这个丑字儿，就滋走在这个位置，这是丑的子丑地盘的丑位，这个丑，哦，就举这个一个例子，这个丑字儿。要走到这个位置回家了，走到这个位置回家了，叫立归本位，奢嘛，奢就是走的概念。这个奢害啊，是从前学六壬课大多数人迷惑犯晕，就犯在这个奢害上了，搞不清楚，搞不懂，乱七八糟，看不懂，你要观看这个文字上演示，不明所以，都卡在这个这儿，没人教，没人告诉啊，都卡这儿了。这个现在有人开这个六人课这个学习班，可能有吧，要好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可能，也就这四课三传讲一下。嗯，我就是一分不收，我也义务免费，我就是交个朋友，传播一下传统的数数知识，数学知识，就是这概念。好，接着往下说，又扯开了，不扯了，往下说。奢害，奢，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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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这叫奢。两个字儿就两个字儿往回走，三个字儿就三个字儿往回走，走到自己的本位。如果沉，沉也往回走，滋，这是沉地盘的位置，走回去，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个走，还是在这个地盘上走，天盘在地盘上走，走回去，这叫奢，立归本位。什么叫立归本位啊？本位就是他本来地盘上的应该待的位置，他自己的家，回到他自己家上去。他不是天盘演算吗？滋滋转吗？月将加战时转，不定转到哪儿去了吗？那从转到这儿来，他走回去，遇到这种比用句比一物比了，就应该是涉害，行来本家止，停住。第一句话，这个第一句话清楚了哈，涉害行来本家止，就这概念，走回去，行来本家止。好了。这样走的目的是什么呀？为什么这样走啊？干嘛呀？为什么呀？走的目的
就是还是求，求啥呀？求克贼，还是不离这个杀鸡，克嘛，杀鸡，战断预测，这种六人克，没有这个杀鸡，这事儿不应，平平淡淡，根本就没事儿，算他干嘛呀？就甭算了，你也别起了，就要求这个平静之中露出这点杀机，你才能找出这里面的关系取向，这是他的六人克的关键。好，怎么找这杀机啊？走，遇到这种比用，哎，都不比的时候，你要还是要找这种杀机。怎么找？陆逢就走回去之后，陆逢多克发用旗。哎，好，啥叫陆逢多克？就走。如果这两个都是上克下哈，都不比哈，那这两个字往回走的话，你就看立归本家这个路途上哪个上克下克得多。这个克五个，好比这一个字克五个，这一个字他回本家那路上就有这个杀机，才有两个，那就去他奶奶的，不要用了，没用，太少了，取这个多的。陆逢多克，这不多克吗？发用旗。行了，这句话应该清楚了，陆逢多克发用旗，这句话清楚了，就是哪个多找哪个。反之，如果好比这个字和这个字往回走，这也往回走哈，这两个字呢在那个比用里头都是，刚才是上课下哈，啊，这两个字打个比喻都是在那个都是地盘克天盘，这两个字都是下面那个字长着那个克这个天盘啊，我就比喻这个他们不克，比喻一下，而都阴比，都是同样的阴阳，句比句不比哈，也是往回走看下克上，下贼上哪个多，用哪个，跟这个上克下一样的概念，哪个多用哪个，不管是上克下还是下贼上，都找这个克，这个杀机多的发用。好，如果如果什么呀，如果这两个又一样了，这个好比三个，这也三个，这怎么办啊？就跟那个比用句比就比一个概念似的啊，那都一样的杀鸡都一样，取哪个呀？又有疑问了，取哪个？在下面这一句口诀上了，孟为见鸡，种茶为，我清下屏，用这句话，孟种，就好比这涉害，走回去，这有五个克，这也有五个克，他两个字啊，都这一路上各杀了五个人，好比战况一样，求哪个？这时候用这句口诀，孟为见机，种茶为，什么意思啊？这叫涉害深浅相等了，深浅就是多少一样啊，深浅相等，则取地盘上啊，这是天盘啊，下面那个你记在脑子里的固定的子丑寅卯那个位置叫地盘啊，取地盘上寅申巳亥。啥叫寅申巳亥啊？就地盘上这个角
这个甲，这个甲，这个甲，这个是这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嘿，这四个甲叫寅申巳亥，这是寅，这是申，这是巳，这是亥，这叫四梦之地，梦，对吧？就是这个梦，这是四梦之地，什么啊？就四个方位角，一个是东北角，这个是东南角，这是西南角，这是西北角，这叫四梦之地。如果他们就是杀人，就是涉深浅，就杀的人一样多，战斗的次数一样多，涉害哈，往回走走走走这一个字，那两个字都走，就找先找。四梦者为出船，啥叫先找四梦者为出船呢？就是这个字儿，走走走走，回到这个位置了吧哈？这个字儿，走走走走走，回到他这个位置了啊？看哈，就这两个字儿回去了，哪两个字儿？这一个字儿，这个，那这你很清楚了。梦为见机，总裁为先找梦上神。地盘梦上神，四梦上神为出船发用，这个发用。那哪个是梦上神？很明显，这一位置，这一个角，这是申哈。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这申，这地盘这下面这是申，申为四梦之地啊，这四个角之地，就取这个字儿发用了。把它拿出来，写在三船的第一个出船，这叫梦为见机。见机就是六人课的又一个课名，我不多说，现在只是说它怎么取这个四梦，涉害深浅一样，杀机一样，取这四梦，先取四梦，当地盘梦上神。四个角没出来，好，这叫梦为见机，哎，就可以了。如果这两个字儿没有当这个角上的哈，那怎么办啊？如果这两个字没有在那个地盘这个四个角上的，那就用这个下一句梦为见机，总查为没有，那就用总。啥为总啊？总就是子午卯酉，这叫四种之地，或者叫四正，正南正北正西正东，子午卯酉四种之地，找这个四种的上地盘这个上面这个字儿，涉害深浅，先找这个字儿，如果没有四梦上面不当在这个位置上，就找这个位置上，四种就子午没有清下平，这是子午，这是卯酉，这四个角是梦吗？这四个位置四种，那就找总查位，用他们上神，在地盘他们上面那个字儿，如果有涉害深浅，两个相见，用他们去发用即可。这是涉害的另一个早就发用字的方法。好，清一下屏，又有情况，什么情况啊？啥情况？如果这样找来找去哈，哎，好，没有当这个四种的，就是子午没有上地盘上都不当，而那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啊又相等了，什么意思啊？好比它都在那个四梦上，你找哪个呀？啊，就是这个概念，这叫啥？不等，又相等了，复反复又相等了，复等勿干日上移，这个格局改了一下，跟传统的不一样，
一般好多六任书里头就叫复等由臣日上移啊，复等什么由臣日上移，没那必要。这种情况，就这种情况，又复等的这种情况，没那么多。什么意思啊？就这个物，臣六十个花甲吧，那意思吧，日晨嘛，61花甲一循环嘛，在720克里头，60天一转，这天干地支六十天一转嘛，哈，一个循环嘛，只有一天有这种情况，就射亥克遇到这种情况，只有这一天戊辰日。没有必要在什么上油神缸啊什么那个去找哪天，根本不用找，就这一天。所以那些格局，别的书上那些格局，你不用理会，不用管，就听我的，肯定就这一天，叫复等戊干日上移，什么意思啊？又相等了，就取这个日干嘛，上面发用。斗神前又斗是司梦之地，啊，就这一天就取干上神为发用，就是这日干上神为发用就得了，就这一天就叫复等戊干日上移，完事儿。这个涉害里头就这一种情况，要以前那个犯迷糊嘛，就迷糊这种等来等去深深浅浅这种概念上把人搞得稀里糊涂。我这个视频就讲，我估计如果你第一遍看不懂、看不明白，你可以再看第二遍。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遗漏，应该都点到位了。你要是不明白，你就回头再看一遍，肯定能看得懂。我不应该给你遗漏关键点。好，这个取干上神为发用，干上。戊辰日这样射害只有干上为子，这种一种例子为出传是啥？叫一种格局叫坠霞格，我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念的口音对不对哈。我这个东北人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也不南不北了。这样写，坠霞。霞，放假的假那种概念，坠霞阁，格局的格，就这一个概念，戊辰日，戊上为子，就这一个概念，就这一天，射害这一天，特殊的发用，坠霞阁，你就这样稍微记一下，就复等戊干日上移就得了。还有两天，就哪两天呢？我清一下屏。还有两天是哪两天呢？还有两天就是特殊情况，戊辰，跟这个戊字都离不开。还有一个是戊戌，戊辰戊戌日，这两天有一种情况叫反寅。我在这个反寅也是这个九中门里的一门，这是。往下讲会讲到，不用多说，也是当那个他的取发用，这两天也是当那个坠霞格的取用，到时候我讲到那个时候，就会说到这点了。现在啊，你就知道就行了，就不用管了，也是这种干上移，也是这种坠霞格取用。我现在不说，现在我就开始具体。讲这个涉害的例子，刚才说了一大堆，主要是解释这个格局。好，现在我开始正式举例子。好，我这拷过来这个文本，那个编码不对，没显示出来，这是啥呀？假如正月，假啥呀？这是个假什么呀？甲辰日，
我写一下吧。甲辰，这个字是辰啊。假如正月，甲辰日，正月就一月份。正月用亥将，已经过气，打个比喻，用亥将，亥将，某时，某时，某时，这有可能抽的，打个比喻，占客，大早上呢取了用客，不太可能，一般，有可能就是那天，哎，随手一抽，抽了个某时，啊，五六点钟，哪有那个点儿，闲着没事就去算一卦的，不可能。甲辰日，亥将卯时，这亥将正月，好，这个天盘我这儿列出来了，亥将卯时，亥将卯时，好，开始第一步，弄天盘，亥将卯时，这字儿拿走，亥，这是个地盘卯上。人有虚亥，子丑，过程我不录了。OK， 我这天盘排出来了，这个亥将卯时在这儿，加上这地盘这个卯是在这个位置嘛？亥子丑寅卯辰巳辰下，以后这个再举例子，我这个起天盘我就直接就弄出来，过程我不弄，就为了节省这个视频那个容量空间，反正都是这个过程。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应该好。司克我也不弄了，直接把它弄出来。大家应该也会求这个方法了。好，我这个司克弄出来了，这个都是这样一样的。然后甲克加寅上为戌，然后戌上为午。五写到这上面，完辰在这个位置，辰上为子地盘子上为沈，子在这儿原始位置，子上为沈。好，这四克一求 ，OK。现在看一下这个四克里面的贼克，甲木克戌土一从，午火和戌土相生，不论涂掉。尘土克子水，又是一克，两克。然后这是一个下贼上，两个下贼上，神金和子水这两个，金生水又是不用，这两个又应该除掉，甭管了，甭理它。OK。现在这个里头就有两个了，这是一个取这一个虚字，取这一个子字，第一课第三课有贼，两个下贼上，甲为阳日，甲为阳日，虚为阳之，子为阳之，这比用法不灵了，这两个都是阳与阳比，聚比不灵了。好，这时候用蛇亥。好，蛇亥怎么样？从天盘上走到地盘本位，看子虚。咱们先从第一课找吧。虚土在哪儿？虚土在这儿。然后看子在这儿，这两个位置对吧？OK， 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这时候是蛇亥了，行来本家止。先从这个虚字研究，虚地盘的虚的位置在这儿呢啊，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五天盘加在这个虚上了，往回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回家了，走八步回家。
再看这个子，子在这儿呢，也要回家。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回家了。这是子本位本家，也是八。好，接着往下看，看第一个戌在这儿，甲木克戌土。注意了啊，甲木克戌土，这是一下贼上啊。现在都要看这种下克上，看它逢着这几种几块木头，甲木克戌土嘛，看这个土戌土能逢能碰到这一路走回家走到这个位置能碰几块木头，就是几条杀机，几块木头啊。咱们研究一下，注意了啊，这个不管是济公的还是地盘上的所有的这个五行，只要碰到的就要算在里面，不能只看这种十二支，连他那个实干画在里面的也要计算。好，往回走，走甲木克戌土到本位开始走，直接一走这儿，这本来这是克一个不用管了啊，这儿这个位置是什么呀，卯碰到一个了，对吧，卯木也克他这个一块木头，卯木一块木头，接着往下走，这个天盘子下面是哪个位置啊，地盘辰啊，辰为土啊，戌为土啊，土为土没关系啊，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十天干的济公也要计算内，什么叫十天干济公，甲克寅戌乙克辰呢，对吧，乙克辰呢，甲乙不是木吗，这又一块木头乙木在这个尘土里面藏着呢，对吧，这是第二块木头，两块木头了，咱们记一下数，一块两块，对吧，不要放过，这一定要计算清楚，为啥涉害这人犯迷糊呢，就容易犯到这儿，千万不要犯这个迷糊，一定要记住，连他的实干机工也要计算。好，辰的乙木，第二个还有两块木头呢，什么木头啊，他这儿呢，这个甲木是一块，本来他克他一块，甲克寅戌啊，甲这个底下这不还有一块寅木吗，他本位这还有个寅木，甲木寅木啊，甲是一块木头，甲克寅戌，寅也是块木头，寅卯都是木啊，一二三四四块木头，这个戌土往回家走啊，这一块他就缝到四块木头了，就四重克了，四重克叫四重害嘛，四重害，一重二重三重四重，然后用六人的术语讲就四重害。 OK，再往下走啊，没意义了，不用算了，肯定就没有木头了，这都往下走，什么火土金水肯定再也碰不着，这木头肯定都是东方嘛，东方为青龙，东方为青色，为木位嘛，木旺为木，东方为木旺为春天嘛，肯定都在这个位置上了，地盘这个位置上了，再往这边走，地盘上没有了，木头已经就是过季了，过节了，过了一块气了，就根本就不用看了，肯定那边没有。OK， 好，四重克，咱们清楚了。这个字，甲木克戌土，第一克是四重克，就是四重害。我清一下屏，四个，他为四个，
现在就是开始求他了，不是两个下贼上嘛，一下贼两个下贼嘛，子水，子水看啥呀？尘土克子水，对吧？那就要研究这个子水碰到多少土啊，就是亥啊，行来本家止嘛，涉亥嘛。他走的一路上，子水走回去，这一路上碰到多少土啊，就是多少亥啊。找，刚才我不是解释格局已经说了，找的多的法用嘛。好，计算，子水加尘土，这是本位嘛？子水加尘土，这是一同啊，对吧？好，往下走，走到这个位置，辰巳未，刚才不说了，四梦之间引申四害，这肯定四梦之间这有个四火底下，辰巳未的巳。还是那种那句话，别犯迷糊。看家呀，巳里头还有土呢，哪整土啊？虽然这个是个火位，地盘底下是个巳火巳午啊，这是火位，但是这个火里头还藏着土呢，哪整土啊？丙戊克巳不虚论嘛，不是说吗？不有两个字丙戊，一开始我讲过了，或者你们再看一下格局去，这里头啊还有一个土呢，戊土在这儿呢。戊己庚辛壬癸的戊，在这里头呢，济公丙戊克巳，这地支的实干济公记在这个戊土记在这里，两重克，两重亥，对吧？OK，这下就不犯迷糊了。一重亥，两重亥，再往下走，再往下走，走到哪儿了？午火。午火没济公，没土，纯火，不用管它。走到这儿了，午未这个位置，未肯定是土了，辰戌丑未四个土嘛啊！你要是有基础知识，你很熟悉，直接就加上未土三重亥。OK，好，接着往下走，哎，不能走了。这个未土里面还有一层土，你得点两下。这未土这个位置有两重亥，一个未土一重亥，还有一层什么土啊？丙戊克巳不虚，丁己克未啊，还有个天干己在这个未里面，济公记着呢，什么济啊？计数的计啊。丁己己土，这四重亥了。己土还是克这个子水，这子水走到这儿已经碰到四重了。接着往下走，申金没有土了啊，酉金这儿地盘这位置有也没有土了。再往下走，辰戌丑未这是戌了，地盘这个位置是戌，你们要是已经很熟悉的话，你就记住了，这应该是一个戌字在这个下面的地盘。这咱们现在这个白字演示的是天盘天象，地盘固定的，反正你肯定要记在脑里的。这个戌字在这儿呢，戌土，别废话，一重亥，一二三四五已经点了五个了，亥底下这是戌亥，亥下为水了，亥子水的，回到自己家了，子水这个位置了，这样顺时针，顺时针转一圈回家了，一二三四五，五重亥。清平，这个刚才缝了四块木头，没忘吧？四块，这个土水子尘土克子水，五重土啊，有五个位置，五个土字克它，五大于四，别废话。戊逢多克，肯定是戊多，巳少啊。发用期，别废话。OK，哪个多呀？这个多呀，相克的多了，对吧？OK 了，那就是一律用上一字，不用下一字嘛，一律用这一排的字嘛。地盘呢不论，
不管。OK， 用这上一字儿，子水，很清楚了。三船出来了，第一船肯定是出来了。是什么？子弄出来，哎，弄出来，把这个子弄出来。OK， 发用出来了，发用就是这个子水儿。OK 了。初船出来，初船发用为出来了，中末两船，中末两船那好解决了，跟那个贼客比用那个贼客法一个概念，哪个概念啊？那个初船之上为中船，中船之上为末船嘛，对吧？这就出来了。好，子上为啥啊？子在这个位置嘛，子上为审，那就是子审。我不弄那个字儿了，子审，审为中船，审上为啥呀？子审，审在这个位置嘛，审有虚害嘛，就是这个，审上为臣呗，那就是臣，子审臣，把字儿弄出来，子审。这哈，天盘四克三船，涉害，标准的涉害，这是标准的涉害。甲辰日正月，亥驾某时，亥驾某上，甲辰日有两重克，标准的四克三船的涉害，九宗文的第三种，第二种是比用，第三种涉害法，涉害这种方法。很清楚了，这是标准的。涉害里头还有不标准的，对吧？见机、插微，还有什么副董，我一个一个来讲解。下面看看这个见机，这个插微怎么回事？